这次订单是两位大学生的毕业设计，我整整制作了半个月，每天都加班到深夜，唯恐耽误了工期。当我把巨大的木箱搬上货车后，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，顿感一身轻松，指望着能收到些许感谢的话，也不枉我这一番心血。但意想不到的是，换来的却是严厉的指责，木头裂缝，油漆不干净。努力解释了半天，最终默默地把好友删掉，心里一时五味陈杂。问题出在这套造型灯上面，制作的要求是中间加装灯带，要带电池，还要能用充电宝补充电能。幸运的是，这位大学生提供了 3D 效果图，不幸的是只有效果图，更不幸的是连灯具的大小都是现合计出来的尺寸。因为需要动用数控设备，所以至少得有一个 CAD 图纸，向他索要，发现他根本不会。无奈之下，我找了一个将犀牛转换成 CAD 的教学视频发给他，然后在此基础上我又重新计算了尺寸数据，这才勉强完成了图纸工作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并没有，随后的问题接踵而至。首先是灯的分层太多，最多达到17层，如果照实制作，那灯的厚度会变得非常奇怪。其次是要求间隔安装灯带，但却没有设计隐藏灯带的结构。最终确定的方案是采用片层结构，中间夹透明亚克力，用 LED 光源照射亚克力，最终达到有纵深感的照明效果。但随后的问题是材料耗费太大，按照修改后的方案，每个灯分七层，每层厚2公分，30公分见方，那么四组灯所耗费掉的木材会远远超出预算，这就排除了采用原木的可能。左思右想，最终确定了采用 1.8 厘米厚的橡胶木直接板来制作。图纸作业耗费了整整3天的时间，剩下的就是各种外加工了。网上购买光源套件，然后定制亚克力组件，又跑了几十公里找人代加工 CNC， 然后就是一些麻烦无比的后续工作了，将各部件粘合，用千斤顶压实，然后不断的打磨，让分层浑然一体。客户要求两个灯上青漆，两个灯上深棕色的色漆，于是最麻烦的事来了。为了避免油漆沾染到亚克力，你需要用美温纸细心地将亚克力封住，而这些亚克力的边缘都是曲线，更要命的是它还很薄。总之吧，整个过程极为酸爽，让我切实体会了一把手艺人的辛苦。油漆干透之后，我将完成后的作品一个一个地打开，看到那温暖的灯光划破黑暗，一种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现后的成就感油然而生。我很少接单，不知道应该收多少钱合适，也不知道制作周期如何计算，只知道自己应该能做出来。于是这最终导致了一个结果，一边被客户催的工期，一边计算的成本，一边加班加点的赶工，最终得到了一个不完美的结果。我曾努力地向小姑娘解释，你不能将这个过程视为在淘宝上购物，支付金钱，然后得到一个成熟的产品，看到有瑕疵以后呢，找客服投诉，不行的话就退换货。我的成就在于是将一个完全不靠谱的设计做到了完全的产品化，这是一个重新设计的过程，期间的难度远远超过你随心所欲的画个 3D 图。至于一点点的开裂，油漆的一点点不完美，相对于我攻克的无数难关来说，完全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，并不重要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实在是没有接单的经验，制作成本远超过我的想象，最终导致这一单基本是不赚钱的。努力解释半天，换来的却是一个并不美好的结果，只能说现实真是无奈啊。下决心了，短时间不会再接学生的设计了，先收拾一下心情吧。